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要打的关卡是这个什么《轩辕剑》的疯子机关兽，然后用的是我们的土蜘蛛魔族队。好，那首先来到第一关呢，我们就是要来起技能啦。好，我们先要升级，因为我暗影系的这个技能真的是非常的长哦，对，非常的长。那我们这边就是要稍微洗一下我们的暗影系。然后我们队伍的地方有带的是我们土蜘蛛、暗影系、鬼巫女、猴巫女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艾特跟打击队啊。那第一回合是可以洗多少就洗多少，我跟你讲，因为第一回合洗技能比较不会浪费时间，你到第二回合去洗技能。非常浪费时间，然后我们直播用队伍是我们的，我们刚刚打直播用队伍是用我们赛特，他是我们赛特，那因为我觉得打起概率比较高，而且比较稳，是真的，赛特是表演系统，那真正用的话是用我们的打起的比较好一点，但前提是要很一致，就是说，因为我其实百叶鬼我就只有一只卡，一张卡就是我就是数值重的。然后就一路用到现在，蛮好用的。然后这边一进第二关，你这边可以直接手女魔女就直接开下去，是没有差的。反正，它这个其实这一关就是一个很普通、非常普通的两秒准，就是召唤小怪而已。没有两秒准，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召唤小怪。它这边就是喜剧人。然后在写技能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如果这个队伍其实这一个关卡最好过的是就是龙队，好，因为龙队血量高，然后回复高，然后又有水龙石，就算你对水技能没有差，所以龙队是最好过的。那暗队如果你有暗妹或是暗夜龙一定要。那暗妹，如果有暗妹更简单。那个没有暗妹的话，其实也没关系。就是，其实王冠它虽然说很巨人，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要拼点运气啦。因为等一下有一招我也会用给大家看，就是暗队的救命大绝招。那其他像是其他属性的队伍，就是要稍微王冠要看怎么打。像你用水系带，就是文仲可能前一关要先开，然后王冠就顺势两回合用文仲把它带走这个样子。那木狂魔的话，当然就是用狂魔的倍率加上王冠的那个超级倍率嘛，就是你场上刚好水木星就是三倍，就是说你其他狂魔，木狂魔也是这样打，但是就没有太影响，因为厉害的倍。就是拍一种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呢，这边暗影系通关之后，这边要顺势就是很轻松了。你在那一关过完，你技能洗出来，后面就直接一排你过去就对了。洗技能就是这关最累的事情，然后就是你只要按住不缺，你就是可以直接碾爆。好，那这个反面它的那个风化图我已经很尴尬，哦，应该是。有点尴尬的版面了。好，我这边选择用一个水珠的叠珠，然后天降到暗珠，然后就非常顺利的一波带走，来到第五关。好，第五关已经来看到 CD3， 就是有代表说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可以徒手对打。这队是有机会三组暗珠就可以徒手破防，但是这边都没有足够到三组暗珠，然后这边转的又不是非常漂亮，没有天降，所以这边太好就拍下去。其实就我是觉得这边就算你把所有的技能都拍掉，你做前面的关卡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王冠这些技能都不用，都不需要，我们王冠不需要技能。
对，这就是这个队伍就是一个不需要王冠有技能队伍。爬完柱之后呢，你就稍微看一下哈。那你这边等一下看天降，你可以选择版面，你可以选择开龙和不然。如果你看着天降，他妈一下一堆暗柱，你就可以不用开。然后这边我是开了。好，那这边是要记得留一颗强化的暗柱下來。啊，这边有暗柱是。不用再多做其他消土的动作，就是这个版面。这边有没有？我们只有1600连四分，但是我们零扛果，但是我们主要不是要扛果多高，我们需要一个爆发。好，那这边为首没有转好，应该是要火珠用光珠把最后一把暗珠切开，但是没有切开，就转一个五扛果，这边还是还是顺利带走。这一队真的是技能系要双双打，那如果你暗影系只有10回合的话，速度可以加快非常多。因为我技能系18，我现在也在练一只小岩系，对，已经练到G9、G10了。过了这张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实用性的卡。好，我们来抽卡，反正我也不会再刷这只了，对，有打到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抽第一张，白金。这种什么呢？擦妈海拉，打废卡送废卡，好，背包还满，那我们就拿海拉来喂海拉。看会不会生气了。妖精队现在比较少在玩了，那个火轩辕的关卡，妖精队也很难打。我被骚扰了哈，光机偶，好啦，这也没什么用，好，因为我有了。好，那这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就是用光机偶来收尾，然后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就是我们超级无耻的按摩队吧。土蜘蛛队的影片，然后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